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。那么今天是在我们这个屌丝格斗的第四期啊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们这个男主角的他的女朋友是登场的。他这个女朋友呢，她是一位健身教练。然后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啊。那么也是希望陈老师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开心和快乐。我们今天直接是打第四关，还是这个 normal 正常难度啊？我们第四关的话会遇到一个劫匪啊，遇到一个抢银行的劫匪，但是我们而且还戴着防毒面具。咱们这个他屌丝女朋友呢，他是位健身教练啊，所以说他身体非常强壮，而且会有一定的，哎呦，哇，他被他捡到这个棍子，哇，来，被他捡到这个棍子了啊，没事，哎呦，我的天，你这样欺负我们一个娇弱的女子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来，道歉啊，这一期我们以这个好，这个香蕉是可以补血的。我们男主角的这个女朋友登场，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女朋友也是非常蛮刁蛮，不是非常这个非常凶猛的一位女士啊，非常凶猛的一位女士。好，我们直接，她手中啊还拿着这个美金吧，应该是美元啊，非常的不得了，光天化日之下啊做一些猥琐偷偷盗盗的事情啊，这个简直是我们要这个为这个城市呢维护正义。我们这个女朋友非常有爱心，所以说之前我们前几期啊。做了这个渣男，也是这个两个渣男也是罪有应得啊。好，对面只剩一点点血，我们这一期视频给大家做长一点啊。做，哎呦，这边还有一个什么，一个铁锹来拿起来。再见，朋友，好，直接一锤带走啊。那么这一期的话，咱们给大家去做个两期啊，做个两期啊。Live Company，好，OK 啊。然后这是第四关啊，我们直接给大家去打第五关啊，第五关。好的，我们给大家去做两关啊，走。哎呦，我的天！我，好，认真啊。刚才呢，我们女警呢，刚刚是制服完了后犯人呢，这个是有点累啊。所以说的话，他这个人倒地之后也是可以打的，人倒地之后呢也是可以打的。来，再见朋友啊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们箱子打开之后会有一个东西，棍子给我们啊，我们拿起来。这边的武器啊，我的天，杀伤力非常的大啊，杀伤力非常的大，但是它有这个一个耐久度，杀伤力非常的大，来，杀伤力基本上是一锤一个，而且我们这个其实它这个橘子啊可以是用来升级的，所以说这边所有的角色呢，我都把它升到最高级了。这边橘子其实可不用吃，没什么用，来，好。拳打脚踢啊！我们要为这个城市呢，这一期都是为这个城市维护正义的时候。他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香蕉，香蕉是用来补体力的啊，香蕉是用来补体力的。稍微我们这个稍微悠着点啊，你把等一下把人家命根子给踢断了就不好玩了。他现在进入了狂暴状态，速度翻倍，狂暴状态啊！大家看到没有？因为下面的这个蓝条满了，狂暴状态是进攻速度翻倍，伤害应该也是一个翻倍这个意思。好，直接来，好，就是这一个人啊，这个人。就是社会的混混啊，直接一棒，我的天，伤害那么高，真不愧是我们屌丝的女朋友，太凶猛了啊！那我们这一期视频也是给大家做到这边啊，我们下一期会发生什么呢？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